段老师，冯兄，珊珊，我们前面有个读书票，去前面逛逛吧。去读书票是吗？对。好嘞。 太棒了！来了，漂亮！太棒了，金鸡独立，喜讯飞狐，飘忽若神。刚才的表演精彩不精彩？精彩。 那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独木漂流啊，是我们港妹村为了发展乡村旅游，还有亲热活动呢，特别准备了一个特色活动。大家有没有兴趣上来参加比赛的？可以踊跃报名。好。报名的举手，我们山水队也有代表，我来。 我发现我的高度是最高的，是吧？可能人家速度都最快的，我可能是落水最精彩的那个。小妹妹今年多大了？14。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赢她，就这点志气。好。我们一起喊加油，大一点，加油！ 冯硕，冯硕，冯硕，山水队加油！山水队加油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哦，冯硕，加油！冯硕，加油！好，还有其他的选手都要加油。 过不去了，怎么转弯呢？加油！红衣大哥，你太牛了！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！大概就是现在的状态。 啊！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静安美吗？美。港贝美吗？美。下次还要不要来？